香肠，香肠真的好吃，吃起来香香，吃起来长长。香肠，香肠真的好吃，这是我小时候的儿歌。有这是真的是香肠吗？真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。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。我是可妹，又跟朋友说我长越来越老了。那大家也可以留言告诉我，你们觉得妹妹看起来像是可可的阿纪，还是可可的修摩？那我们今天要用1000元打香肠，最后可以得到多少香肠？以前的小香肠车都是小小一个摊位，我刚才在中立也是看到。我那年代没有香肠车。那你，哎呦，你太古老了，不好意思，我太年轻了。对，我刚才看到他竟然是一整排，就是有两排，然后都在给人家自己用机台，然后最后再算分数，超酷。那我们来看看1000元可以中多少个香肠吧。Go！ 好，梅刚已经在看那个爆汁香肠，很想吃。老板那边烤，感觉很好吃。然后这边是一支35，三条100，然后打弹珠的话，刚刚我看了，只要你500分，直接给你20条，20条，吃爆你的肚皮。所以我们现在打完1000块，我们就来算500分，我们就直接拿旁边，直接在旁边直接买完一条卖10块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就来看看1000元，如果我们可以打33条香肠以上，就代表我们赚；如果没有33条，我们就对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试试看，然后这就是10块，它就会给你4颗弹珠，然后4颗弹珠它就会掉在4个洞洞里面，你再加总分数，分数等一下我列在下面，你就可以看看换到什么了。最差的是糖果，听说我们100块只打到2个香肠，就等于1条50块，这样就不会吼，这样就是衰。不要笑人家，我们也常常衰，他就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实测看看，我相信一定可以带大把香肠回家的。大把香肠怎样？就是没刚才说为什么70分以下也有那个香肠，因为70分以下就是蛮衰的，所以他就给你一个，就是你要到70分以下也是，其实蛮难得的。所以我们现在来马上试试看，来10块，啊哒，它弹跳力超强，30，20，70分以下很难呢。你看现在就剩20分了，然后还有两颗，接下来两个是谁？为什么我们目标那么小是70下？5、6、7、8、9、90，九十现在是糖果哦，至少50，至少50，50，50，50，50，50，糖果一颗。好，欢迎。哦，好酷哦，好玩哦。看到吗？那个重置画面很酷哎。我觉得很过瘾，那射出去的感觉。就是它那个画面感。20。太大力了。没有，第三局该没也再得了一颗糖果。这个很紧哎，它一定要很大力啊！我已经3个20、60了，如果我再一个10，我就有香肠了。10、30，完了3，我不希望我换你的，我帮你，没关系，我帮你打了50，没关系，你知道多难吗？你开运了，我开运了，好，50，摆喽，最后一个40分以上，加油！我来打，专业哦。这是香肠比尔，香肠比尔，多少？4、5、6、7、8、9、90，你看，好像很厉害，也没有很厉害，自信满满的跟我拿了一样，糖果一颗。我们现在没有半根香肠哎。现在还没有，30、50、70、70，好难哦。90，没啊，香肠小公主来了。刚刚第一个50分是我拿的呢，我觉得2颗比较有几率在上面。90，有个比我跟我说拉到底，拉一点再放。那个60，可是我10也很难呢，你知道吗？因为10点很少。好难哦，好难哦，我的天哪！50。可以，我们现在100块没有半根，我们刚才想加100块2根香肠。Hello， 不要笑人家。好，有时候事情看起来很轻松，但真的就是看着，这样站着说话不腰疼，各位。Go。50，有了，好像有 get 到那个轻轻的。我刚才就一个50，然后就没了，轻轻的，轻轻的，中间那个200真的很难得哎，我终于了解为什么500点可以送20，20都没有。好，因为我100都没有，所以老板娘就给我香肠一条啊。如果我刚才不是换了10颗糖果吗？10颗糖果又不要的话，他又再给我一条，所以100块有2条，就是什么都没中的意思啦。好，现在再来了第二局，搞不好一直中哦，搞不好哦，70，再中一个70，竟然是20，90，最后一个50。欢迎你 ，Come on，Come on， 我们现在一号选手、二号选手这样跳着转。哎，三十，三十，
是外科哎、欸，然后还是没有很厉害呢、欸。可是至少是一个新闻法、啊。新闻法、啊，这数学要很好，一直加哦，92。Come on。八，一次射两颗哦。哎呦，20好像没有比较厉害。我也觉得没有比较厉害。十分。看完，这时候就给我30。这一局我一定要靠自己的实力，拿一根香肠。你很幸福耶，生气，70，90，就是四十哦。哎，我觉得有希望啊。哦，90哦。老板，我想要得香肠，这样多少？我跟你讲，换你一题。老板娘已经默默地给我们安慰奖香肠券。老板已经准备好安慰奖哦，20。老板。哦，50。我现在就连中哎90哦，再50，你知道多困难吗？加油！还是20。别又要来搞笑了，谢谢。好，一下射四颗，一次射四颗。60，他中了60，120，都弹过来，没有弹过，还浪费我10块，这是第200。我们还1000块，20、60、80，我也6，60+50=110+20，最后一颗，还剩一条，老板娘，哦，200超两条，看到没，实力150分，香肠土豆姐，刚刚我靠了实力得了一条香肠，现在安慰了，我靠实力得了第2条香肠，就是一股狠劲，你知道吗？一股很近，120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130就可以再玩一次，我忘记给你钱，你偶尔也要赢一下，感受一下那个赢的喜悦。好，这个数字非常的小，搞不好你看是低分香肠组，20、30、70，老板娘，70是不是香肠？他竟然得到了虽小的香肠，70。太好笑了！哎，我们这一局很厉害哦，我们在势如破竹。老板很担心他香肠被我抽光。60哦，我中了一个60，完了！来6、7、8、9，哎，可以再玩一次130。哇，我觉得我们越来越厉害，老板的香肠不保了。90糖果，是，120，不要难过。我打个500分给你看，24、6，再一个10分，三，真的，这可恶，差一点点。喂，老板现在烤很多条，准备就是要被我带走的，没有错啦，没有错，500分是我们的。24、6、8，刚可惜，啊，好想要100哦，没有对不对？这是我的第几百？300，300。60、80，我们的第300局目前是多一条香肠。我不想要觉得我很差劲。我们会不会走每100都走一颗啊？110了。哦，多少？160。没有两百。我一直想说老板娘会哇，你得2颗。啊，我又有了。我们现在第300有2条喽。哇，他好厉害哦！他全部都累积在这，从来都没有人全部累积在这边。第400元开始，我们刚才上一场2条很厉害哦，靠自己的力量。是啊，换你。哦，现在非常有速度哦，已经变香肠老手了。老香肠。146，对，100。50。50。十哎，竟然是十，80、90。50。100、110，妹妹每次玩游戏玩到一半都很奇怪。50、60，他刚才在我的肩上大喊。70、90，200，我要500。110，换你。哎，完了，我们又开始不幸了，不知道能不能10块就得到香肠。90，没。有个 BL 受不了了，每次玩那个夜市，他都会想要玩。香肠比尔得到的分数是24666666，100，是不是？
哎，我们这局还没有得到香肠哦，加油哦！60，120，120，有了，稳有了，稳有，一定有，120，再来一个，140，一条，耶！谢谢，我们400块的第一条，刚刚得了两条，400块这局一定也要得两条，78，没了。所以目前300块那局最棒，得了两条，400块一条收尾，第500元 ，Come on！ 哦，50哦，50哦，各位，70，好香哦，89，80，80。啊、哦，可惜差一点点，我的碎小小香肠，碎小小香肠，哦，50，90，67，完了，我们的500块都还没有人得到半条香肠，120，老板娘那么好，120是我一条，来看一下我这一局太惨了，鼻涕都要流出来了。不是老板娘，刚才他们已经准备好很大量，结果发现我们没有带那么多条走，会很尴尬，已经烤好了。2690，加油，加油！哦，我发现很容易是80分呢，就像现在80，100没了。我们500元得到了同情香肠，香肠一条，加油！要靠我们的实力。哎，我好想拿到500分以上哦。2468，没了。欢迎。5567，890，100喽，100喽，很有机会哦。120，嘿嘿。30，130，130，再玩一次。我现在加法变得很厉害哦！再一个十，80，每次都80。哦，90了，妹妹。啊，90了。啊，老板娘。我不知道这多少。180。180。180，你差一点点就两条哦，差一点点，哎，很厉害，小不点。6 7 8 9 10 100，有点小诀窍哦，就是诀窍是什么？就是尽量拉着它，拉着它，不要放太远。80，好，没有啦，就是幸运啦。我刚幸运没有诀窍啦。你知道你最幸运的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成为我的妹妹。好，谢谢。其实他讲到一半，我就想说已经知道，让他把这个梗说完。所以他的幸运是什么？你们知道了吗？60加80是多少？130。140，有哎，哦，我们数学很差嘞，140，你刚刚60加80多少哎？换你，其实我体育老师数学蛮好的，40哦，5 6 7 8 9 100，我刚才说我数学变强了，90 11，最后一个，哦。245，七十，他又得到了一个碎小香肠了，好厉害！哎，这个500你得了两个，哎，不是，是600得了两个，都是他，一个碎小，一个实力。好，现在700了，对不对？20，89，其实我在等那个掉那种白点的，我就觉得哦，功德圆满了，功德圆满。那个那么好掉，老板他们生意就不用做了。100，加油！哎，90在这哎，好想得到一个90，我打一个90，一个90，哎，是，对，110，110，我以为有，10，110，70，70了，180，老板你要小心，要两条哦，小心哦，哇，90加70，180。我数学不好，史上最高分，差一点哦，吓死我了！我以为要请大家吃香肠。哎，我觉得就是要迅速，有没有？迅速，它才会快速的弹射出来。120，好。哎，那我们
们这局中几个香肠啊？哦，还有一个，90，一定有，有吗？哎，这样给我中十分，傻眼。哎，我们这局有几条啊？哎，一条吧，一条而已啊。十，没了，没有，一条，现在一条而已。再一点，就中很多条哈。对，最后一个，十，哎，十。是哇，在不对的时间拿高分。好了，他想要，太顽皮了。因为他发现他现在没有得到半条香肠，他自尊心受损，香肠小王子变成没香肠王子。我们得了一条，我得到的，嘿嘿，来吧，来吧，我好想要拿这300分，300分 ，Go Go。80，换你，加油啊！5，80，100，我相信可以的。哦，真的弹上去，哎，这300真的很难呢。你看要弹上去，哦，100，40，100，哎，完了，这局打很快，然后都还没有中，89，101 ，no， 换你。要怎么中？要运气要很好。80，大十，20，20，哦，很有机会，我拿了2个10分。哎，怎么慢？啊，我没打上来，直接赢，耶！第800元的第一条，100。100，最后一个，加油，小妹，小妹加油！咻，我就拿到一条，没关系。我觉得我离那个500分越来越近了，我要拿20条。现在第900，九百，加油，加。老板娘机台被我打坏了，不是他那个木板太下去了，所以好，八九十一百三，哇，数学怎么那么不好？好，再玩一次，加油，加油，九十，没有了，50哦，80、90、100喽。差一点点。好，换比尔，然后比尔都没有中过香肠哦。90，来，再给你玩一次，再给你玩一次，看你可怜。来，免得你没中，以后不敢来夜市玩香肠，从此以后不敢走入伤心地。40、35、36、37，差一点，120，再给你，让你中为止。来。啊，如果都没有中的话，今天比尔多久才能中？这样，今天我们晚上哦，有机会。我怕他以后不敢吃香肠了，我有阴影。120，还是120？哇，你真的是都差一点点，最后一次。我怕我们这一局900元没香肠。干嘛？你也可以拿虽小香肠啊。哦，有机会有虽小香肠。哦，恭喜你得到了虽小香肠，耶！哦，有了，有吧？130，再一次。130，差一点点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80，没了，90，没关系，姐姐帮你撞香肠，哦，撞香肠，有点难，哎，他还撞跑到中间了，我以为要中200了，哦，60，大头60，130，再一次，我们那退水越来越好了，有吗？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0，最后一个十块，而且刚才只有一个比尔的虽小香肠。哎，这是40，来个100分吧。没有的，最后一个。进入到最后一局，我们的1000元，最后一局，加油！哦，60+40，每100。他打了。哎，有哦，有。
130，可惜，气势很重要。啊打！40。这是什么 ？Victory，Victory 吗？加油！我们的最后一个，三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没有。倒数。Victory。加油！100。哦。他每次滑到中间，我就会期待停在200，好难哦。以后会不会有人帮我们取名叫“衰小姐妹滑”？100，110，可以。有有有，7、8、9、10、11，有有，等一下再算一次，100，哦，哎，目前最高分就是我那一次180嘛，我也有180过，有吗？我先的，好棒哦，啊打，哎50哦，哎呦，啊先打，我30，80哦。龙啊！哇！来了！哇！不可少，还是常做健身操，全身运动都更好。我中200，我中200！等！哎，我们这个中的都一千，我们下了3条，而且还没花完，对不对？还有20，还有20！哇！哇，好开心哦！100真的很难得哎，而且你看他头上有个盖子，你知道多难得吗？他要先这样，很难。拍一下这边，有很多香肠摆在桌上的感觉。好，欢迎你了，小不点，最后20。哎，中100的心情很喜悦。有哎，是啊，哦，我们就是你懂吗？你要前面是吗？前面叫做什么？上课前学费，我们已经4条了，不得了了，我们已经赚香了。这次就哎，来个500分，20条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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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们有4条，不错，耶！那我们现在来换香肠，12、13，哎，还有2条，1000块有15。我们刚才说没有33的人，就是你就是讲33哦。你干嘛标准定那么高，就显得我们很露骨耶？我重新定标准了，如果1000人有中3条以上，你就是好棒棒哦，很过瘾啊，真的。嗯，尤其是我们最后一局1000人中了4条，哦，超有 feel， 那100块中下去不得了啊！换香肠，香肠讲不好，但我觉得比那个投一堆的好玩，因为投一堆的好累啊。啊，你知道投弹珠吗？这个怎样？哦，一直射，我就比较有快感，而且那个手很有摩擦感，伴随着香肠的香味。可能我这个年纪吃的对我来讲比较实用。就是你说的摊位，就前面放着食物，就会诱惑妹妹了。好，我们来换香肠，最后1000元换了15根香肠，然后这种小小的，对，它感觉很 juicy， 嗯，吃开。我以为你好像会先吃。好像就是很甜，好烫哦。对，我们刚才本来想说沿路遇到认错我们的朋友，我就要说那就没有人认错我们。不是，那安妮前面的时候很多，但是他们看我们在拍片，就舍不得打扰我们，然后他们就离开了。对，我现在还有15根，后面我们想要找他们找不到。好险，大家不用担心，毕竟一个人就可以吃掉14根香肠了。嗯，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个趣味啦。可是我觉得那个打的过程真的很好玩，那种点数累加的感觉，而且马上可以复习到数学的加法，我觉得很棒。我觉得好玩吗？心算变很好，心算变很好啊。好，那我觉得真的很好玩，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说，你曾经花多少元得到一条香肠呢？香肠这片喜欢请加小布，喜欢大家也记得订阅号，就订阅图片号旁边上单，也记得打开线先不要踩位。香肠被什么歌手选歌，就给我个赞，就感谢我们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接下来还有花絮哦。其实我还没吃完，然后继续吃了。你到底咀嚼多困难啊？就是，香肠小公主。